不好意思，哎呀，你们这个小孩那么调皮啊！我帮你捡回去。哎，我辛辛苦苦在这里卖花生，就要在我地方了，什么情况啊？我小孩，脑子有点问题。脑子有点问题，带回家去啊！出来问我干嘛？那我们现在带回去。最讨厌这种熊孩子了，真的是。实在是对不起呀、啊。赶紧给我捡起来，滚！好，帮你捡，帮你捡。真是啊，倒霉了今天。赶紧给我滚！走！什么玩意？110，小孩不会遇到危险了吧？不行，站住！还有什么事吗？刚才不是跟你道过歉了吗？啊，干嘛是依依不饶啊？你要赔钱是吧？要多少钱我赔给你、哎？我不要赔钱，我看这小孩挺眼熟的。什么眼熟？这我女儿。停！这我怎么看起来像那个小智家的女儿呀？什么小智家？这是我家的，您肯定是认错人。我先问一下大家，对，我先问一下大家啊，你是不是小智家女儿呀？你看，你肯定看错了。他脑子有问题，所以说胡言乱语，知道没？我才不信你们的话，给我站住啊！你们谁呀？是他的谁？把他拉去哪里？这亲爸都在这里呢，还谁呀？你们两个长得一点都不像，还亲爸，当我傻的呀？啊！你别多管闲事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哎呀，什么叫我就实话跟你说了，人贩子抓他的，你一个卖花生的，你老老实实回去卖花生，不然的话让你缺胳膊少腿。人贩子光天化日敢来我们村抓人，还抓小孩，你们不要命了啊？哎呀！你一边待着，让我来解决掉他啊！你想怎么样？想怎么样啊？让你断胳膊断腿！哎呀！教训我！你这三脚猫的功夫也敢出来招摇弄卖面啊？原来是练过的。我在我们村一天可是挑十担大粪的，你能打得过我吗？啊！你怎么打不过他？一个女流之辈，他练过的，你小心点，把他干趴下，我上那边看着那小孩。好，我也是练过，跟你讲，有本事你就放马过来，放马过来就过来。真的是练过的，我就你这想不到。你这乡巴佬啊！给我放开！放开！卖，卖我个面子！跟我们混，这小孩价值50万，分你25万。这可是我们村小智他女儿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？我们村的人你们也敢抓？你怎么不把你小孩抓去卖呀？啊！行，那人还给你，走。站住！让你们走了没有？啊！要不咱们商量个事，我看你会功夫，要不你跟我们混？跟你们混？跟你们这种小混混混吗？啊！你们以为你们是谁？我要把你们拉去警察局！我们可是犯罪团伙啊！那边都是我们的人。原来是团伙作案是吧？所以说，赶紧把我们给放了。哼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要一五一十告诉警察，让他把你们一锅端了。你们这种团伙呀，真的是社会的毒瘤，民族的败类啊，还敢嚣张。你提个什么要求，只要不送我们去警察局，我都能满足你。上天揽月，这下海捉鳖都可以。我才不跟你们这种人在这里唧唧歪歪那么多，你们赚这种黑心钱迟早遭报应。来，跟我去警察局作证，把他们两个绳之以法，让他们吃一辈子的牢饭。我不去。我那我一个。